OK， 好，接下来这三位美女呢，刚好接受过我们今天专访，今天她们特别来到新市政广场跟大家做见面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掌声加尖叫，欢迎 Dream Girls！ 台中 ，Dream Girls。谢谢。